耶，小马，你们吃饭呢？我检查回来了。小马，弟弟，你们俩没给我留饭吗？你不是去山上干活了吗？以为你不用吃饭，又没给你做。要吃的话，你自己做吧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小妈，弟弟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出门赶集去了。不会，早点回来，家里的碗还等你洗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镇上赶集，我要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掉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家的鸡蛋虽然看上去有点小，但是可好吃了。集市上今天人还是挺多的，我相信用不了一会儿，我的鸡蛋就能全部卖出去了。可能是中午天气太热了，集市上突然一下人都没有了，我还是去前面人多的地方看看吧。本来想问一下爷爷要不要买一点我的鸡蛋，可是爷爷说他自己的西红柿都还没有卖出去，就先不买我的鸡蛋了。想了想，小妈平时也挺爱吃西红柿的，那我就在爷爷这里买一点吧。鸡蛋全部都卖完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前面这不是弟弟平时最爱吃的油粑粑吗？记得小时候弟弟一口气能吃5、6个呢，我给他买一点带回去。爹，我赶集回来了。对了，这是我在镇上给你买的你平时最爱吃的油粑粑。是我买的？对，你拿着吃吧。你这，哎，这样，辉哥，要不你也吃一个？好。哎，来，给你吃一个。行，那我先去洗碗去了啊。好。小时候，妈妈常说，不开心就笑笑，笑笑就开心。我是富贵，你们会支持我吗？